家好，我是冰冰，今天来到花莲圣安宫来找我们娘娘。好，大家太子叫我把先放了，把神尊请过来。今天我们来到花莲圣安宫来找王母娘娘领圣旨，因为我要换新地方了。我在老院啊，现在准备入庙咯。今天好冷哦。走就好了。去。进到。阿金刚，进到。新摊牌，咱哪会再来话哩？哦。等你来拿证件，有红袋子。OK。等你啊，是我接吧。哦。哥哥来了吗？来。哥哥呢，就是金吒太子。你带你去红大帝遐，那是哥哥来，不是我。哦。哎呀，我可能爱你要怎样来啊？哦。太子，我们今天来干嘛？来领礼，来请旨啊。请旨啊。哥哥爱请红大帝旨啊。哦。啊，我爱去三清国做遐，还有加迄、那個，加迄、那個。面顶会讲啦，吓、啊，吓、啊，甲讲我有所在啦，系哦，吓、啊，你等足久诶，哦，这是个仙女，仙女哦，吓、啊，有，所在足快，迎婚足侪光顾诶，哦，吓、啊，然后迄仙桃啊，吼，仙桃，迄大圣爷你管诶，哦，啊伊个化身呢，伊个化身，哦。伊原底是一个头啊，伊也化身人形。哦。伊嘛有代志爱做。哦。家己。爱个拜。哈哈哈。爱个拜。啊？第爱去买。阿妈请啊。哦。等下哥哥会来哦。哦。你吃吗？马上哇。无啦，迄面顶啊。现在换哥哥金吒来降价。现在二楼的玉皇殿，还好没有。我要接旨啊！好。要领旨。要我们大帝禀报，要领旨。先拜天公，好，拜地天台，好，简单一点好啊，好啊。新春看目睭，先在伫门内底，系，伫大厅就会使，系，啊，清气就好，好。玉帝拜好，系，新春则叫囡仔用就好，好。来的时阵吼，
他会给你看冷静的哦。好哦。没事乱发脾气哦。没啦。我来给你修理。Hello， 那个他是那个什么，就是住在花莲的粉丝。然后因为昨天他就是小朋友有一些状况，然后他就跟我讲，然后我就说不然我帮你处理，然后我寄符给你，然后他就把地址给我，然后他说哎在花莲，我刚好就想说我们今天也要来，然后就邀请他来，然后还好他今天可以来，我们就直接现场帮他处理。对啊，你怎么认识我的？从 IG 上面。对啊，他也是从 Instagram 上面认识我。那他那个时候第一次的时候是找我符天色是的样子，那你觉得？比较顺利，就是心是有感受的，对啊，是真的有感受的。那个真的只有感受到的人才有办法去解释这种东西，要不然其他人你没补过，或者是你根本不相信这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当成就是算了吧。我们要等到入伙安坐，哪吒才可以在那边办事哦。那办完之后再弄。因为等于就是因为今天来领纸了，等于是到时候处理完了，然后他再处理，我觉得会比较好。那时候领会比较强一点，哎，那也毕竟是一整年的，我也不想要现在马上就。他不是单单只是发财金而已，是好像类似你的那个人的命卦运吧？对啊，就有点像是当你今天我跟你一起在竞争这个东西的时候，哎。你刚好背后有人在顶啊，你就赢了，运就会比较好，你就赢了。没有，不是啊，就是他会比较优势。哎呀，对，会不会赢其次啊？对，一个优势。好，谢谢啊，拜拜，要小心哦，拜拜，新年快乐。讲刚才那个，哥哥下来的感觉蛮不一样，我头超晕的。刚下来的时候。就是他准备要来的时候，对，哥哥刚才他准备要下来的时候，我头超级无敌晕。然后，因为哥哥现在很少下来，然后他并没有讲说哥哥来的感觉跟以前，因为哥哥刚来的时候会有点暴气感，会比较凶，而现在变得很文静，比较像凶凶的阿尼基了。对，现在是有点像过来，像有点像那种 peace。Peace and love 的大哥有没有？对，很 peace。对啊，哇，自己感觉也有感觉。然后刚才大孩子在领纸的时候，他玉帝他，我不知道其他领纸的感觉啊，我只是觉得我刚刚看到的，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看到的，我把它转述出来。然后这个也不能构成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刚才是看到卷轴式的，然后还蛮帅的，就是。发亮，然后很亮，然后他有一个，我不知道他是谁，反正他就转从玉帝那边转接给金吒，对，然后一个仪式，然后很就是我那时候感觉的时候是还蛮不错的，哦，有人我是被缩在我的身体里面，但是我可以看到。金吒在干嘛？哦，对，然后他穿白色的衣服很漂亮。哦，对，真的很帅。他拿笔很帅，他拿的笔不，那个只是我们肉身形式的笔。他真的手上拿的笔不是长这样。哦，还蛮酷的。不能说。就我们我们也看不到。他一遍就不见，一遍就出现了。怎么做？对呀、啊，大概就是这样啊。哦。今天顺利，我们等一下要去，就是我去可以，对，我们有住旅馆，我们住在这里一个晚上，然后哪吒就是在这边玩。哪吒刚刚在车上的时候，因为依然下雨，然后那个我在飙车，然后我刚刚开很快，然后哪吒就是很不耐烦，哪吒超不耐烦的，然后他就是想出去玩，又要雇车。然后那个小杰就跟那个哪吒说，就是下雨了，然后他就哪吒就跟小杰说，就是等一下到花莲就没有雨了。哦，还蛮爽，真的没有雨。对，真的没雨，就是虽然阴阴的啦，但是我觉得这不会下雨。嗯，下不下来啊？对啊，那我们明天会去宜兰的三清道祖，那个是哪吒。就是哪吒要去的，对，这一次主要是大太子要向玉皇大帝领旨，
然后哪吒也要去跟三清道主领旨，他们领的旨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们俗称领旨啊，他可能就是在他们的意思上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但是讲领旨我们可能比较听得懂。那什么就是你要把它想成什么意思，那就自己去想。虽然去想，对，虽然去想啊，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只是在服务他的事情。对。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宗教这件事情，让我支撑最大的点就是在于说，就是那个叫什么，经营的越来越大，而是我觉得在创造这一条路上的时候，我会遇到很多问题，不管是有人的嘲笑、攻击，还是说有人的抹黑，对，抹黑等等，或者是大部分的人就是喜欢，然后会支持。我觉得这种过程中我还蛮享受的，就是我很享受那种，因为当你今天得到了，你并不会去珍惜，就是你会觉得说哦，那就得到了，那我们就只能维持。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最快乐的点是在过程，就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突破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在未来我们的一些以后的粉丝都看得到。不管你今天对我们做出任何的什么事情，我都觉得就是我不会产生就是邪恶的念头，就我不会想要去攻击，因为我觉得当今天我出动念头说我们团队的人想一下办法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哪吒太子会坏掉。对，而且就是不要，千万不要有当你出事的时候有想要复仇或者是想攻击别人的念头，因为当你真的做了，你也变成另外一个恶人。对啊，你在你这个辈子的心里就会累积这个足迹，当你之后下地狱去看镜子的时候，这一段是会被放出来。所以我们只能说玄学还蛮奇妙的，但是宁可信其有。对啊，好，那大家这样，拜拜。